来关注中药材市场。我们知道甘草是一种非常常用的中草药，有着健脾益气、清热解毒等等作用。由于应用十分的广泛，中医素有“九凡有人之处，必有华人”。丙即将通车的高台线高铁站，交通十分便利。那么我们选这个下车的话，其实我希望是希望能承接一个事情，就是对更重要的是对钱学森这个教授的这个大事情。钱学森钱教授的任务，沙漠是非常可怕的，什么都没有，但同时沙漠上也有丰富的资源，比如这个沙漠种植，那么喝点的茶就是，它就沙漠打造绿洲的成分。最重要的是沙漠的太阳能，所以呢，充分的利用这个太阳能，那么创造新的能源。我们所以在这建设的时候，把我们自身的工厂和基地的用电，就用沙漠上的太阳转换为新的能源，就是自己想，就是我们的企业是能源的，这也是我们企业。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于1984年首次提出沙产业，就所有的农业建设能够搞起来，就是一万亩的基地，我们分期开发。那同时呢，我们在工厂上有一些设备订购完成。一个产业期单位，两个上游生产线。那么在我们公司这样的公司迅速的一个扩量，我们对投资人回报这一块，我们在上市时期我们有承诺，投资人15%，机构投资人进场的我们就是40%的股权，没有回报还是要就是10%。随着甘肃下游生产业有限公司的建设投产，下一排甘草系列产品将向海内外下游生产业公司正向产生一个企业路径，将会成为生产业的龙头企业，企业的明星企业，成为国家划定的丝绸之路经济发展区的标杆企业，将会整合丝绸之路经济发展在沙漠上的中国梦。是不是姓张的还是姓？
恭喜大家前来参加这次盛会，我们一起共筑梦想。首先，让我们自己的梦想在蓝天上翱翔。我们的梦想不但是可以在纽约曼哈顿实现的，也可以在中国的巴丹金陵沙漠上美梦成真。我们共同努力，成就我们各自心中的梦想。4年前的2014年的8月8号，本人在纽约社区召开首场夏威沙产业投资建设项目投资说明会，名称是“丝路开发中国梦，蓝天绿洲争朝夕”。为了美国蓝天资本投资的夏威沙产业召开项目投资说明会，募集资本。因为2013年的9月开始，美国蓝天资本在中国西部沙漠地带投资以甘草种植为中心的中草药圣加根和贸易。美国蓝天资本首位投资人孟小转，大家鼓励投了400万，开始夏威沙的建设。我们所投资的夏威沙产业甘肃有限公司，在“一带一路”的河西走廊里，在21世纪的古丝绸之路上，在7连山脚下征地120亩，建立了一座现代化的工厂。在酒泉卫星发射基地的戈壁滩上面，租赁土地5万亩。从事以甘草为主的中草药材种植，沙漠里创造资源和财富，沙漠边绿洲，成就本人作为美国公民的中国梦。为了这个项目，本人开始做了很多演讲，举行了很多的投资推荐会。最后一次演讲是在2015年的春夏之交，在联合国亚洲艺术学院的致辞。从此，本人就在纽约社区消失了。我就去了中国的西部大沙漠、戈壁沙滩，每天看到的都是大漠孤烟直，长河落入人的诗情画意之中。但是，我们要辩证的看问题，凡事皆有两面。为了这个项目，本人付出了我的所有。不单单只是每天处在诗情画意的境界中，因为资金的问题，我们也遭受了重大的挫折，吃到普通人不曾吃过的苦，受到普通人不曾受过的罪。因为这个资金的问题，众多的不足和不恰当的做法在所难免，但是我本人也无怨无悔。现在我要感谢的是夏威沙产业美国矿产公司的43位的原始投资人的大力支持，他们第一位就是我们孟小转，还有在座的美女。我发现我们夏威沙原始投资人一半以上都是美女啊，小叶，给大家比一点掌声啊，是我们加拿大的美女。感谢有美国蓝天资本新老伙伴，尤其是我们新的首席行政官安东尼刘，以及他为核心形成的美国蓝天资本的新团队，掌声响起。感谢夏威沙产业甘肃公司，我的继任人。因为这个项目我是法人代表，但是在沙漠里我没做。但是我们张仁忠董事长继任了我，一定会完成我的理想。大家给你鼓励的掌声。确认了我们张仁忠先生这一次，首先确认了我们43位原始股东投资人的股权。再次签约蓝天资本，达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夏威沙产业甘肃有股份公司现在获得了农业部门的批准，要建成中国
33万亩地道中草药三产融合中心，资金总需求49亿人民币。美国南方资本为了这个项目的建成，于2018年4月30号在美国德拉瓦州注册了一支沙产业关爱助理基金，名称是夏威三年 Desert Control Fund 的夏威沙产业关爱助理基金，将在华尔街面向全世界的资本市场开放发行。为了夏威山新一轮的建设项目，33万亩地道中草药材三产融合中心来募集资本49亿人民币，大概是8亿美金左右。同时，完成夏威山产业代售公司登陆华尔街的证券市场，用6亿的成绩回报投资人。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晚我借此机会感谢大西洋房地产公司的总裁秦燕教授，大家给我们鼓动的掌声，让我们可以成就一个美国梦，在曼哈顿新建一座40层楼高的大楼，因为是中国资本家建筑，我们取名为汉唐大厦。为了美国南方资本在美国德拉瓦州于2018年5月18号获得大西洋房地产产业基金的营业执照，在华尔街面向全世界的资本开放，为了建成汉唐大厦，目标募集资本2亿美金，完成项目。多谢大家的支持，尤其是秦教授，再次给你们鼓励的掌声。最后，我愿大家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我再次祝大家心想事成，美梦成真。谢谢，谢谢诸位的光临，谢谢大家。那么，请中国夏威沙董事长张仁君先生讲话。好，谢谢。尊敬的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晚上好。我来自中国甘肃河西走廊甘肃高台夏威沙产业有限公司。首先呢、我再次感谢米玉香先生和他的夫人程琳女士，还有孟小展女士，以及夏威沙最初的43位投资人，是他们到我们祖国的大西北，把第一次这个是投资基金，投到了我们西北的沙漠里面，才成就了甘肃夏威沙产业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谢谢，谢谢。接下来呢，我把这个甘肃夏威沙产业目前的情况，以及现在就是33万亩稻地中药材三产融合项目，给大家做一个介绍。甘肃夏威沙产业有限公司，发展到目前，主要是通过了农业部有一个33万亩稻地中药材三产融合项目。这个项目最初呢，就是以甘草为主，设置了5万亩。但是在去年的一年，我们就是通过国家农业部和国家发改委，三产融合项目，就是以甘草为主，做37个品种的中药材，也就是这些中药材都是在河西走廊属于稻地药材土生土长。这个野生甘草呢，就是以前就是在解放以前，野生甘草在我们国家也是1亩左右，但是后来经过以后长时间的开采挖掘，现在野生甘草已经非常少，不能够满足现在国内和国外的市场需求。所以现在的甘草主要是以这个种植为主，野生甘草基本上不能满足。最初的甘草主要在我们的中药里面，也就是甘草号称中草药之王，10种方剂里面9种就有甘草。未来5年市场有可能就单纯甘草这个市场有可能突破1000亿的市场，因为现在甘草出来以后，除了在中药饮配
业里面使用之外，甘草的深加工产物就是甘草已经可以广泛运到一个是食品生物制药，还有呢就是这个高档的化妆品，这些市场的需求现在非常大。不好意思啊，谢谢你啊。他椅子放得太直了。这33万的稻谷中药材，3000人家项目目前呢就是通过了国家农业部的验收，也就是列为全国性政策扶持1、2、3条融合项目，实验示范之项目。目前这个项目已经跟中国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研究所重新做了规划。现在目前合作单位通过兰州大学、兰州理工大学还有甘肃中医药大学提供这个技术和战略方面的服务，包括甘草的种植、粗加工，也就是中药饮片，还有甘草的深加工。未来的目标就是把这个甘草整个生产做成，一个就是种植、加工，还有销售，再加科研。现在我们的这个销售市场主要一个就是大型的药品市场，国内有一个天士集团，还有汉广集团，甘肃省药品进出口公司，现在国外出口这些产品主要就是以甘草为食药领域，还有通过甘肃省药品进出口公司在美国和欧洲出口。我是公司的资质，去年2017年我们这个三产融合项目通过了这个立项，然后呢通过了国家的验收。目标市场主要是全国的中药加工企业，还有国外的高档化妆品原料企业、食品加工企业，以及正常的一个药房诊所，还有我们的生产规格主要打的是年产1500吨的甘草芯片。其他这个项目里面还有包括其他副产品，主要的是甘草的样品、鲜品、切片、切片深加工方面，还有配方颗粒，现在最新的是甘草的单曲萃取甘草滑筒，其他的肥料还可以做一些饲料肥料。就是现在目前取得的农业部的批准，还有其他的认可。我们现在做的生产线就是年产1500吨的切片，现在的市场保有率就有2.1%，2017年年收入1000多万。这个是银行现在的对我们的资金的支撑。三哥啊，这是我们未来的规划，也就是计划在5年之内，也这个计划也是根据农业部农业经济研究所根据这个三产融合做的规划，计划在5年之内投资49个亿，达到规模种植37个品种，深加工饮片是2万吨，深加工甘草1万吨，其中还有这个甘草的甘草酸、甘草甜醋以及其他副产品。没事，我给你讲，他如果答应你我要去看。对甘草这个种植、加工、销售，有一定风险，但是这些风险呢，都是我们通过我们各种方法，基本上都可以应对。如果你不要将军这样的事情，我跟你讲。没有，我没有说想。就是公司什么情况？36万，我是现在就是沙瑞沙产业
法人代表。我的职业以前就是，我也是从泥牛出身，从事了二十二年的临床医学，甚至连做医学连做这个工程药。其他还有我几个工作，就是民主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比较正常。现在民主主要就作为商业化产业的这个战略合作伙伴、技术顾问，主要在资本市场这一块帮我们做这个资本。这是目前的经营情况。就是未来五年，就是对这个3x35这个项目的预期。就哪年的预期代表？这个基本情况我给大家说一下，就是甘草，一亩甘草的这个种植成本是3000多块钱，然后它经过3年的生长，做出了一亩地甘草年产1.5到2吨，按现在目前的市场价格，能达到1万的人民币的收入。就是目前夏日沙加工厂的概况，这是加工厂房，这个就是种植基地，就是生长1年8个月的药材，还有其他除了甘草还有黄芪。好，我就介绍到这，谢谢大家。其他点样啊？7:30啫嘛。系咪7:30啊？我都系7:30噶。咁啊，早得开咯，要坐系啊。200点啊？我中啦。我就中意我中啦，唔使求。系啊，中意嘅三轮啊。大家好。刚才焦总已经详细的介绍了我们夏日沙的，就是具体的，就是产品了。我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夏日沙产业荒漠治理基金的投资方案。我们的目的，我们夏日沙产业荒漠治理基金的发行方案的目的是为了投资夏日沙产业甘肃有限公司建造33万亩中草药生产融合基地的建设项目。我们计划建设3到5年。我们计划的总金额为3500万，每100万美元分为一份，共分为35份。我们的注册地点是在美国德拉华州，我们的发行地点是在纽约的华尔街，我们的普通合作伙伴是夏日沙产业的中国，夏日沙产业的美国控股公司。当有人投资每100万美金的认购人时，他们可以和我们的普通合作人签订协议，确定成为有限合伙人的身份，成为 LP。但是我们对这些投资人是有要求的，我们的发行对象是年收入20万美金或者资产为100万美金以上的合伙投资人，我们的或者是机构的投资人。我们的年回报率大概在8%。当我们的夏日沙成功上市的时候，我们的 LP 合作人可以优先转化成公司的原始股份，所以说这是我们的很强的竞争优势。我们的发行方会为美国的蓝天资本、夏日沙产业的美国控股公司、基金的管理公司为美国蓝天资本。我们夏日沙产业荒漠治理基金的注册文件已经就是完成，不管是中国的和美国的都已经完成了。刚才焦总已经详细的介绍了中草药的价值、公司介绍、资质介绍、
目标，还有产品，还有服务，竞争优势，发展现状，发展规划，已经张总已经详细的介绍了，在这里我就不再具体介绍了。我唯一想跟大家说的就是，此次发行的只有三十五份，就是协议，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这个机会错过就不会再来了。下面我会简单的介绍一下蓝天 Blue Sky Capital 美国蓝天资本介绍。我们美国蓝天资本介绍是位于纽约华尔街的投资管理公司，已经拥有非常非常丰富的经验。我们的核心业务是包括私募股权投资、不动产投资、快照链应用、金融科技、医疗健康、连锁餐饮等跨境投资。我们致力于投资提升投资回报，创造投资价值，并采用创新的工作方式，快速地完成交易。我们相信美国蓝天资本雄厚的资本运作实力和高效的工作方式，会让我们在充满竞争的资本市场中不战而红。下面我也想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蓝天资本的董事长李玉祥。他是硕士，美籍华人，曾担任过夏瑞莎产业的董事长和蓝天资本的董事长。我们的法律顾问是 Troy。如果任何人就是有对蓝天资本或者此项目感兴趣的话，可以联系我，也可以联系李玉祥先生，或者去公司的办公室都可以，就是咨询到。对，这是李玉祥先生的联系方式和地址，大家可以这个地址，如果对项目感兴趣的话，可以去这里咨询，谢谢。我在这里拍照，我是这样坐在这里拍照，很自然，动起身来很不舒服的看的。下面我会给大家介绍另外一支基金，叫做大西洋房地产产业基金办的方案。大西洋产业基金发行的方案，我们发行此基金的目的是为了投资曼哈顿地产项目，建设位于曼哈顿 Lexington Avenue 和 Park Avenue 之间的高端商住40层复式结构大楼汉唐大厦。刚才林总已经介绍了，具体的地点在118街的 East 59th Street。我们建设期预计是18到24个月。我们此项目会发行200份，每一份额依旧是100万美元，总金额2亿元。注册地点是美国的德拉华州，期限是3年，最低年回报率是8%。当回报率结束之后，如果投资人不想就是收回资金，可以转换成房屋的产权或者使用权。我们的普通合作人为美国的塞斯卡尔集团，有限合伙人是和夏瑞莎是一样的，每100万美金的认购人可以和普通合伙人签订协议书，确定有限合伙人身份成为 LP。我们的发行地点是华尔街，认购对象是一样的，要求年收入至少20万美金，资产在100万美金之上。我们的发行人是美国蓝天资本、美国萨斯卡尔集团，我们的管理人是美国蓝天资本。右边这个是我们的合法店在美国的。具体项目介绍是，我们的项目占地大概是长100英尺，宽50英尺，计划面积是92,888平方英尺，高40层，一二三层地下室和1、2层为商场，5到40层为住宅区。下面这些图片是我们的施工地，我们总投资是178 million，我们的购买土地是9000万美金，
这个是当时正在实施的建设的图片。这是，这个是我们的规划图，预计的之后的建成之后的样子。我们的总投资大概是178万，就是美金。我们建设期24个月，我们最低的投资回报率是64.35%。我们是用最保守的参考价，所以说这个投资回报率一定是大于64%的。下面有一些简单的就是照片，就是土地的建设啊、施工啊，这就是当时的就是施工的照片。下面是一些纽约的报纸啊对我们的项目的报道，有房地产交易报、纽约时报对我们一共进行了4次报道。这是手，向友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的大西洋房地产。我们的大西洋房地产公司是由蓝天资本投资创立于2017年3月份，主要创始人是秦燕、李玉祥和赵亮。大西洋房地产公司目前正在合作的项目就是刚才我所讲的汉腾大厦，民主也提到过。同时我们还有正在实施的项目是在法拉盛的富盛广场的招商和建设。同时我们还有费城的项目，有很多项目，这是法拉盛的项目。下面这个是费城的项目，都正在筹划中。下面这张图片是我们大西洋房地产有限公司的就是地址啊、联系电话啊。如果有没有印象的话，可以是把这张照片，可以把这张图拍一下照片的。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希望大家有一个好的晚宴。生生相依。